企业成功发门，透视各行业发展前景。财雄西大主持吴明林、麦瑞财。喂，教授你好，你好明林。啊，今日我哋介绍一个行业咧，即以往都未介绍过噶，系啊，即系几特别嘅，就系彩铁矿嘅公司啊。系咩嚟噶啦？系啦，咁呢间公司咧叫做铁钢现货。我哋今日咧系访问佢嘅首席财务官阿胡家栋先生嘅。阿 Raymond 好，多谢你，多谢你接受访问啊。诶，你好，麦生，你好，吴生。啊，首先可以唔可以同我哋简单咁介绍一下咧？你公司嘅业务范围点先？喺边度采矿嘅？采乜嘢矿嘅咧？咁？可以，我哋公司咧系做铁晶矿嘅，吓，即系话一啲铁晶粉嚟，粉状嘅啲咁系主要咧就系俾钢厂咧系生产钢材用嘅，哦，攞嚟提炼，即系炼钢嘅，冇错，冇错。咁铁粉系点产生嘅？点嚟嘅咧？啊，咁我哋嘅项目咧就全部都系喺俄罗斯境内嘅，俄罗斯喺俄罗斯嘅远东地区，即系话好接近咧中國的黑龍江省份嘅，咁啲鐵礦或者鐵晶粉點嚟嘅咧，就係嗱鐵礦咧就係顧名思義係一個礦啦，就喺地下咧掘出嚟嘅，掘出嚟嗰嚿原礦咧，我哋叫做磁鐵礦，咁咧嗰嚿石頭咧就大概嘅含鐵量係30%至35%左右嘅，咁30%至35%咧就唔可以煉鋼嘅，因為佢個含鐵量太低啦，冇錯。咁於是咧，我哋就會起一間選礦廠，就將呢嚿咁嘅石頭咧，將佢揾啲雜板打碎佢，打碎佢嚇，然後咧就用啲好強力嘅磁石吸出嚟，就吸咗一啲含鐵量高嘅粉狀出嚟。咁將呢個步驟做多幾次咧，我哋就可以將一嚿35% 嘅石頭變咗做一啲大約係62% 嘅含鐵量嘅粉狀。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產品嚇。咁我哋就將呢啲咁嘅粉咧就賣去中國嘅鋼鐵廠咁樣。咁就利用磁可以吸鐵呢個原理，係冇錯，就係呢個一個原理就可以簡單啊，冇錯冇錯。咁但係有個問題，我哋可能係愚蠢啲嘅，想問下啦。既然都能夠做得到喺嗰個嘅即係採礦嘅石場入邊攞到啲原石，再可以係進一步嘅提煉變成一個嘅鐵粉啦。咁點解唔再進一步煉埋佢，慢慢仲貴啲添咯？哦，即係原地煉埋，即係原地煉埋，同埋嗰個嘅鋼材，即係運去啲鋼廠啦。冇錯啦，同埋鋼材比較上係一啲所謂嘅重量型啊，即係嗰個運輸成本係好大噶嘛，即係如果唔係都唔使壓成鐵粉啦，係嘛？咁點解唔係咁樣做法，而係運去中國境內去生產咧？而係有啲特別原因咧？麥生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問得，理論上係嘅，就係話你可以咧將成個價值鏈嘅價值咧都可以喺俄羅斯境內，話由鐵鋼現貨自己做，冇錯，一條龍咁樣做曬。但係咧呢樣嘢咧冇發生到嘅，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鏈鋼咧，除咗需要鐵之外咧，仲需要其他嘅原材料，焦煤啊嘛，係啦，包括係焦煤。係咁嗰個地區咧，其實焦煤就唔多嘅，咁我哋都係要運入嚟先可以做得到啦。第一，第二咧就係你知道起一間鋼鐵廠咧都要相當大嘅成本嘅，咁變咗咧我哋中國嘅早期嘅鋼廠啦，包括係鞍鋼啊、半鋼啊、馬鋼啊等等大型嘅鋼鐵廠咧，都係喺個計劃經濟嘅時候咧，由國家起好噶啦，已經咁，所以如果要我哋自己鐵鋼現貨起一間鋼廠咧，其實就唔係太過可能啦。冇錯。咁其實我想了解一下啦，譬如話有喺俄羅斯，咁啊初步處理咗呢個嘅礦，即係嗰個礦嗰個鐵礦啦，跟住變成一鐵粉啦，就運落去中國境內啦。其實係嗰個嘅煉鋼嘅地方都會係喺即係接壤俄羅斯嘅部分咧，即係東三省啊嗰一類型嘅。咁所以其實個運輸嘅路途相對嚟講係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會有個優勢咧喺嗰邊。煉完咗之後咧，就可以個鋼材咧就可以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即係包括中國境內唔同嘅地方啦。咁而嗰個嘅龍頭嗰火車頭要用鋼嘅用最多嘅，梗係發展中國家啦。咁包括係中國啦。中國就所以就係話呢一個咁嘅規劃，其實都有分呢個天時地利人和嘅，即係唔係話隨便做得到嘅，係咪？絕對同意。嗱，我哋個公司嘅優勢咧，就係我哋嘅鐵礦係非常之接近呢個中俄嘅邊境，所以頭先阿麥生講就係話，我哋攞咗出嚟嘅鐵晶粉運去國內，尤其是係東北三省或者係再更加最接近我哋嘅就係黑龍江省咧，就的確係一個運輸成本嘅優勢嘅，比起其他嘅
鋼鐵的生產商或者是鐵精粉的生產商呢、他們是可能要由西澳、或者由巴西、即是8000多公里或者是20000多公里運過來、我們是有一個成本優勢、沒錯、到了在、黑龍江我們有、部分的鋼鐵廠在那裡、我們的客戶也是非常之接近我們的中俄邊境的交貨區、那個地方叫做須芬河、是一個城市來的黑龍江那邊、所以呢在那裡也有一個運輸成本的優勢、去到那裡成為了一個鋼材之後、的確它就可以覆蓋回去周邊的範圍，譬如是賣給一些房地產的生產商、賣給一些汽車的生產商、都是在呢、東北三省那裡有很多這些企業的、一個鐵礦，譬如說其實都要講講它那些鐵礦的質素高不高，即含鐵量高不高、這個三成刀的含鐵量算不算高呢？都算高的了、相對一些磁鐵礦的生產商是高的、鐵礦石有分兩種，一種就是磁鐵礦，就是我剛才講的可以打碎它然後找一些強力磁石去吸它出來的那種、另外一種呢、是叫做紅鐵礦或者叫氧化鐵，氧化鐵、英文叫 Hematite， 就跟 Hemoglobin 的紅血球有關、就是那個石頭呢、一出來已經是紅綠色的、已經是生了鏽了、但那些個好處呢就 是通常它的含鐵量是高一點的、包括在西澳、就是、我們通常就分北半球呢大部分都是磁鐵礦、南半球呢大部分都是呢紅鐵礦、紅鐵礦，即是整塊都是氧化鐵來的，是的，哇，那麼好的、那些個含鐵量呢，哇，那石不是很重，如果這樣我想像是很重的、那些就個含鐵量呢就是較高的，可能是去到50-60，但是它有一個不好處呢、就是不可以再提升它的含鐵量，即是你說打碎它、再找磁石去吸就沒用 了，因為剛才吳生都說了，就是它已經氧化了，它就失去了這個磁鐵的效用了、真是神奇啊，這些就是這樣。但我想了解一下，即是譬如說、即做這一門的生意，即 作為一個 礦石、一個資源類的股份，其實要受到什麼的經濟周期會不會影響的呢？即其實都有兩邊的，譬如俄羅斯都是金磚四國之一來的、我們的經濟都在發展的、他們應該對於個鋼鐵都有一定的需求，需求的，即係點解啊？佢哋唔響嗰邊係進行去做啊？咁而係即係交俾其他公司係去幫佢哋係處理呢啲咁嘅鐵礦咧，咁樣。嗱，佢嘅經濟的確係繼續咁樣增長緊嘅。其實佢國境內咧，即係俄羅斯境內咧，都有好多其他嘅鐵礦石嘅生產商同埋鋼鐵嘅生產商嘅、不過咧，佢哋就喺歐洲那邊的、歐洲大陸那邊的、即是東邊俄羅斯的版圖非常大，很大、他們其實呢就有些類似以前的國內的計劃經濟、就是說他見到在那邊呢有一個、鐵礦喺度，咁佢哋咧就喺附近咧起一啲鋼廠啦。嗰陣時即係蘇聯現代嘅計劃經濟嘅時候，咁所以咧喺嗰邊嘅鋼廠咧所生產出嚟嘅鋼鐵咧就的確係提供俾即係本土市場、同埋以前就係覆蓋埋歐洲地區添啦。咁但係喺遠東地區方面咧就比較荒無啲啦，即係佢哋需求少啲啦，係啦，冇錯，即係有個礦喺度就唔好嘥咗佢，咁不如係。但係俾我哋東北用就啱喎，我哋東北工業化嗰個程度比較高啊嘛。冇錯啦，冇錯，所以我哋而家就運出嚟咧，都係主要係覆蓋翻中國嗰個市場。中國市場係啦。咁、但係譬如話，我想了解一下嗰個嘅鋼材嗰個問題啦，即係譬如話做出嚟嗰個嘅價格，其實嗰個波動大唔大嘅咧？因為譬如話你開採嗰個嘅成本就好多時係固定咗㗎啦，你幾多錢請個工？人啊，啲儀器啊，或者所使用嗰啲嘅成本，會唔會越開越難？即係個費用要越高，越開就會越貴，同埋咧會唔會係嗰、那個有啲情況之下，就話嗰個國際性嘅市場嘅價格，隨住嗰個嘅供求關係，有陣時甚至低過成本咧，基本上咧開一噸就蝕一噸㗎啦，都要做啊。係啊，嗱、如果你講翻鐵礦石咧，就的確係有一個成本嘅問題嘅、就係話佢越開咧，佢嗰個成本應該係越貴嘅，越深包括人工嗰個成本一路應該有個通脹嗰個壓力啦。第二就係頭先阿吳生講就係話越開越深，係啦，越開越難嘅，咁即係爆破啊、開礦啊等等的成本咧，都會越嚟越高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成本咧就係、有數計噶啦，就係、要一路自己一路控制住嘅、但另一方面咧，喺個市場嗰個價格咧。就控制不到的，因為純粹是一個大宗商品的一個交易來的、純粹是取決於一個供求、在過去幾年我們看到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就是因為
國內嗰個需求越嚟越旺盛，由2006、2007、2008、2009、2010一路去到目前為止咧，都係因為國內嗰個需求非常之強勁嚇，咁導致到國內已經成為咗全世界最大嘅一個鐵礦石嘅進口商，每年去進口，我哋即係粗略估計咧，佢應該係起碼都7億至8億噸嘅鐵礦石。哦 ，OK， 嚇，咁變咗佢係將會啊，我哋會預計佢將會繼續成為全世界最大鐵礦石嘅一個進口國家。冇錯，係啦。阿胡生，我哋休息一下，翻嚟再傾下。好，解構企業成功之道，分享創富經驗，財雄勢大。